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。EC 不久前曾参加我主持的光与爱课程，在课程中他学习催眠术，对催眠引发高度兴趣，希望找我回溯。下面是催眠中 EC 与我的对话。看到这个门了吗？可以描述一下这个门吗？大，很大，很好。等一下我将从三数到一，听到一的时候，你会自动的快速的穿过这一道门，进到你的潜意识为你安排与本世有关的某一个潜意识。感觉到什么？乱。乱，很好。我们不妨环观周遭一切，描述一下为什么乱。生气。在生气啊，很好。我从三数到一，数到一的时候，你的眼前会出现一面落地镜。三、二、一，慢慢去感受，慢慢去看，感觉到什么？很像中年妇女。一个中年妇女，说说看，穿什么衣服？旗袍。身材呢？肉肉的。有点肉哈。旗袍什么颜色？深蓝色。脸上的表情呢？生气。我想带你回头，回到三岁的时候。三、二、一，感觉到了吗？很什么？很开心。我知道，好开心哦。嗯，看到爸妈了吗？他们都还好一点。爸爸是这一世跟你有关系吗？嗯。是谁？我爸。你爸。看到妈了哈。嗯。好。妈妈跟这一世有什么关系？我妈。是你妈。很好。为什么开心？感觉他们在旁边。嗯。看看这个家像什么样子，描述一下。木头的地方。感觉在哪个国家？台湾。好，我现在要日历往前翻，翻到你七岁的时候，怎么了？不开心。爸爸到哪了？我不知道。爸爸不见了哈。妈妈呢？找不到，找不到了啊！你心里面悲伤哈？嗯。告诉我为什么父母不见了？消失了哈？嗯。就这么消失了，不知道原因哈？嗯。好好，日历再往前翻，翻到十二岁，你会回到十二岁的家，家什么样子？这不是我的家。心情开心，有点郁闷啊、哦嗯。这个年龄十二岁啊，照顾你的人会出现，看到谁了？后妈。后妈，爸爸在吗？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个、哦、另外一个爸爸。你见到他们之后，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子？他们不是爸爸。你没有办法靠近他们，对不对？不行。他们有对你不好吗？很生疏。很好。这个时候你对于生命的感觉怎么样啊？觉得很苦啊、哦、很好。苦在什么地方？你爸妈不见了哦。我现在要你日历持续的往前翻，翻到十八岁，发生了什么？开心吗？嗯，我脱离他们。去哪了？自己在外面。你在十八岁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你的异性伴侣会出现在你面前。三、二、一，看到了吗？嗯，甜甜的。甜甜的啊、哦，你好喜欢他哦，个性好好。这个时候嫁了没有？嗯。
他跟你这一世的人有关系吗？可以。好，进到婚礼的那一天，三、二、一，感觉到那一天了吗？多人。好多人，你开心啊？幸福。穿戴什么样的衣服了？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跟新郎在旁边。新郎，妻子在旁边。对。好棒哦，生命从今天起就会有转机了吗？对不对？嗯。有了 Kiki， 生命就完整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如果 Kiki 不在呢，你会开心吗？不会。你就不会，很好，因为你爱着 Kiki， 有 Kiki 的爱，有 Kiki 的照顾，有 Kiki 的保护，好，生命是完整的，很好。所以 Kiki 成就了你，让你快乐，让你安心，让你放心啊，对吗？嗯，很好。日历继续往前翻，翻到25岁的时候，我要你以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去看啊，不要动情绪。25岁发生了什么 ？Kiki 还在吗？没有。Kiki 不见了。嗯。Kiki 到哪了？找不到了。看看这个家里除了你还有谁吗？我有个小孩。有个小孩，你的情绪呢？悲伤，很好。Kiki 不见了，对于这个世界，你看着你的孩子，你怎么告诉他？你要坚强。没有 Kiki 了，你感觉你可以坚强，站在地面上好好面对未来的人生吗？你可以吗？不行。你不行。对于未来，你要做什么？坚强。你必须要去学习坚强。我爱你，继续往前走，走到日历翻到你40岁的那一天，感觉到什么？平静。很平静啊。嗯，自己一个人。自己一个人吗？好。嗯。自己一个人，你觉得你没问题吗？对。可以勇敢地面对生命吗？对不对？嗯。你不需要有任何人的保护、呵护、照顾。你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的肩膀，你可以独自的站在人间，过得很好，对吗？嗯。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你需要依赖，但40岁的你却变得很坚强呢？小孩要照顾。你有小孩要照顾，你想起了你的责任，你就站起来照顾你的孩子，你就变得很坚强。嗯。是吗？嗯。谈谈看你对工作吧，看看你那时候的事业。做得怎么样？不错哈。嗯。做得很好哎，说说看你为什么生意做得很好？诚信。嗯。你不感觉你做事很有想法吗？嗯。你不觉得你经常可以想到别人想不到的，做别人做不到的吗？嗯。很好。现在，我要你进到死亡前的5分钟。你要平静地静观你在死亡前5分钟的所有的状况，感觉到了吗？感觉我做完我的功课。告诉我你的功课是什么？学坚强，学习接受。接受，很好。你满意你做的功课吗？尽力了。尽力了。所以因此那一世，面对生活，面对你的工作，你都可以处理得很好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嗯。对于这一世，在此刻往生前的5分钟，你还有什么遗憾吗？想再见 Kiki。 什么？希望再见到 Kiki。 嗯，很好。现在呢，这一世死亡前的5分钟，我们要往前推进。我要你进入死亡，去回到你当初这一世来的地方。到哪了？白白的空间。一个白白的空间，都是光。嗯，没有形体。没有形体。好，心情呢？平静。很平静。嗯。你回家了吗？嗯。人间是你的家吗？不是。不是。人间是什么？学习的地方。人间是学习的地方。好。你来人间，是你主动的想学习呢，还是你是被
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制要求你来学习，是哪一个种？自动。自动的。好，我们再进一步去看，你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见了，嗯，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家去抚养你照顾你，你不喜欢，你一直在一个孤单跟恐惧下度过了童年，你在婚姻中找到了依靠，但是 Kiki 又去得比较早。我问你，这所有你经验到的父母的消失， Kiki 的消失，这是既定好的计划，还是这是一个无常的灾难？既定的。既定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还没有在进入这一世的时候，你的父母的消失是既定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早就安排。安排好。他们会不会怨恨？因为他们很年轻就走，他们不会吗？嗯。他们为什么牺牲进入一世，很早就往生？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学习跟经验？ 他要让你学习跟经验。我要你这时候去看着你在这个光的世界的父母，他们是谁？他跟你什么关系？同伴。伙伴。嗯。我要你看着这个光的世界的 Kiki， 他是谁？他就是我。他就是你，那你又是谁？我就是他。我就是他。哦，非常好。那你要持续的探索 Kiki， 在这一世做了你的先生，很快就往生了。这是无常的灾难，还是他来之前就愿意为你做牺牲的一个选择？选择。在这整个的计划中有一个领导者吗？都是安排。都是安排好的。能够感受一下是谁做这个安排呢？没有谁在安排这一些。是完全你自动的。它是自然的运作。在那里每一个灵，他们在面对生命选择的时候都是自由的吗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有谁不自由吗？有些是被强迫的。对。很好。就是因为他学习的不好被强迫吗？嗯。你是自由的。嗯。你有看到你在那个光的世界中你这一世的伙伴吗？Naomi。香香。香香。Austin 都在啊。大家都在。还有看到有一次EC 前世回溯探索，在谈人生如戏。在回溯中， EC 意识到他幼年时父母就往生了，他在一个陌生的家被抚养照顾，童年是孤单恐惧的。此外， EC 也经验了他恩爱的先生很早就往生了。人在人间面对这种情境，会认定是无常的灾难。但 EC 在回溯中更高的灵性觉知下，意识到他该是父母伴侣早逝，并非无常，而是他来该世前在灵界主动选择的既定计划。而他的父母和先生是他的灵修伙伴，他们为了配合 EC 这一世的学习，暂时扮演了父母和伴侣的角色。EC 回溯讯息再次的显示，人在人间呈现的角色和经历的情境只是暂时幻想。人往生后会回到充满爱的灵界才是永恒的。人们经常喜欢讲一句话，人生如戏，对 EC 该世情境而言，讲得可真贴切呢。EC 透过回溯，深切体验了人生如戏。他在这个觉知下，决定要好好的在本世扮演该扮演的角色，尽情的经验、接纳和享受人生。选择与被选择，在回溯中EC 觉知到他该世遭遇的情境是他在灵界中自由意愿下的选择，他的背后没有任何的强迫。在我经历的许多回溯中，
多数个案反映，他们该是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灵界中的预先规划。灵界规划有两种属性，一种是灵在自己自由选择下规划，一种是在指导老师协导下规划。灵性层级高低决定规划的形态，较高层级的灵可以自由选择，而较低层级的灵必须经过指导老师协导。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。在回溯中，伊西意识到他该是的先生就是本世的男朋友 Kiki。 有趣的是，当 EC 在灵界较高灵性的觉知下，当我问他 Kiki 是谁， EC 回答他就是我。当我持续地问他，如果 Kiki 是他，那他又是谁呢？ EC 回答，我就是他。他的回答算是什么答案呢？如果想要理解 EC 提示的现象，就先放下思想评断，因为思想永远认定人是独立自主的。你得透过禅定进入高维灵性觉知，利用高维灵性觉知理解这个现象。在灵界中，每个灵在它的根源意识层次都有一个相对呼应的灵性伴侣，我称这一双对应的灵性伴侣为对偶灵魂伴侣。对偶灵魂伴侣如何来的呢？《易经济辞传》提示所谓的道，天地皆有道，道道皆圆浑沌，如阴阳相生，正反相对。道家相信宇宙万物创生之前呈现阴阳未分的浑沌无极状态，而浑沌无极经变动形成宇宙万物的本源浑天太极。浑天太极一分为二，衍生正反相对的阴与阳。能量意识就如同宇宙万物的生成，一分为二，衍生阴与阳正反相对的对偶能量意识，人间称为对偶灵魂伴侣。在灵界中，这两个阴阳正反相对的对偶灵魂伴侣呈现相互协导的分离状态，但在根源母体，这两个阴阳对偶的灵会自动结合归零，呈现合一状态。回溯中，EC 意识到他跟 Kiki 呈现对偶灵魂伴侣的关系，所以 EC 会说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。回溯中屡屡发现，在人间两个阴阳对偶的对偶灵魂伴侣不一定在同一世出现，如果在同一世出现，他们经常呈现美满圆融的夫妻关系，但也可能是父母、子女、手足或朋友。在人间，如何断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对偶灵魂伴侣呢？有个方法可以证实，找两个有以心觉心能力的代表，让他们在无意识觉知态觉知这两个人。如果扮演两个人的代表相互贴近，并且以相反的方向不断旋转但不碰撞，就证明了这两个人呈现的是对偶灵魂伴侣关系。对偶灵魂伴侣相互间的互动，对偶灵魂伴侣在地球上并不多见，多数对偶灵魂伴侣各自转世学习，两个伴侣间完全无关系，只有极少数对偶灵魂伴侣同步转世，呈现配偶关系。如果是配偶关系，则关系良好恩爱。为什么对偶灵魂伴侣地球上并不多见？因为入世是为了学习，当对偶灵魂结成夫妻关系，双方由于融洽
缺乏了学习的机会。从这个延伸，你可以了解，当夫妻面对冲突的时候，反而是学习的机会。对偶灵魂伴侣如果相遇并结成夫妻，表示对偶灵魂伴侣在灵魂层次上已经到达了某个较高层次。他们的结合为的是透过结合一起体验更高的灵性成长，并共同执行使命，进行灵性服务，将光和爱带入人间，帮助地球人类提升心灵。你可知道你的对偶灵魂伴侣是谁吗？他在本世某个地方吗？